Makes me feel happy.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right.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crazy. It's you. Only keep me up right up to the front there. Are you a? But I'm gonna make me feel happy. To the rhythm and the video with the movie. Are you a? But I'm gonna make me feel right. I you. But I'm gonna make me feel crazy. It's you. Oh, yeah, it's you. Yeah, it's you. Makes me feel happy.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crazy. It's you that I wanna get close to. I wanna get close to you like your clothes do. Who could ever fool around a whole day, really? Wanna settle down too? Got my noise on my mind. I gotta be thinking up all of my time. There's you, oh,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happy.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right.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crazy. It's you. Hey, it's you that is always up on my mind. I gotta be thinking up all the time. Yeah, that's right.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right? What makes me feel nice? You make me feel twice. Sure, I wanna get close to, just like all your clothes get to do all over you. Who's it trying me on? But I wanna make them sing, mama sing out of you. But I wanna make them feel heavy.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right. That makes me feel crazy. It's you. Oh, yeah, it's you. Makes me feel happy.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right.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crazy. It's you. Only keep
we have a right of do the Friday, are you? But I want to make a minute, happy to do the rhythm and to do the movie, are you? But I want to make a minute, are you? But I want to make a minute, crazy. It's you, it's you, it's you.哦，喂喂喂，大家都能听到我这边的声音吗？可以给个回应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啊、哦，能听到我这边的声音吗？喂，好，那如果要是可以听到那个我的声音的话呢，咱们今天的这个线上的直播分享活动就正式的开始了，好吧？然后首先这个如标题所示哈，今天其实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在温哥华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事情，也就是关于在这个大温的生活当中如何赚钱的问题哈。然后屏幕上方大家应该看到，现在我应该是切了这个 PPT 啊，左上方的二维码是我的微信，可以加我好友，大家有空有什么商机可以一起加起来，这个一起发财哈。然后微博的话也可以找到我，小红书也可以哈，屏幕上都有，微博搜我的名字，小红书搜一管家 Hello Butler 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那废话少说，就进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正题的环节。首先第一个环节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本人是谁哈。本人是生活在温哥华地区的一个华人，然后之前在微博上也稍微小有名气哈，微博海外、微博国际还有这个微博海外生活家都之前曾经转发推荐过我的微博哈，有空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也主持了一个关于这个在大温生活的话题哈，目前有9000多万的讨论。那这个自吹自擂的环节就说这么多吧。然后接下来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最近这个稍微关心一下生活的物价或者是这个大温整体的这样一个经济环境，应该知道加拿大最近的这个经济稍微有点疲软，然后相比于这个疫情前或者说相比于去年，各方面的物价都在上涨。我之前看到一些这个统计局官方给出的数据是燃料、食品和家具都有上涨。相对而言，工资的上涨是各种上涨的这个事情当中这个进度最慢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的钱包变得日渐消瘦，是吧？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哈。以我个人的经历的话，虽然说这个燃油可能据说有一些地方上涨能够达到40%多，食品大概到4%，家具可能也上涨8%，但是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可能不是非常景气的状态下，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那具体来说，以我最近的这样的一个3-4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说吧，我赚了多少啊？这个是这样的，在最近这3个月当中，虽然整体上有很多人都说自己的钱包变瘦了，但是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如果兼职业在业余的时间花时间，这个稍微认真的这个去搞一搞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搞到钱的。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最近3个月我大概复盘了一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大概会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我自己每天大概投入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说服一个人啊，向我下一单，然后这一单的话大概我赚30块钱左右啊。这个阶段大概持续了有20天左右吧，大概是拿到了600加币的这样的一个酬劳。然后在第二阶段，这个我大概影响了就是找了10个我的这个小伙伴过来帮助我，让一半的毛利给他们，也就是这30块钱的利润我赚15，他们赚15，他们的这个效率要比我低一些哈。然后大概是每2天啊去说服一个人，花4个小时去搞他们这15块钱啊，一个月他们大概是可以拿到300加币啊，比我少一半。然后累积到我这边的话呢，大概就是600加15加币乘以10个10单乘以10个人，大概是2100。
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大概我找了由这10个小伙伴再继续的这个去影响更多的人帮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大概是拿到了8400加币。大概复盘一下，如果要是以8400加币的这个状态哈，现在当然还没有持续到第二个月哈，现在是第一个半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过按照目前的进度来说，这个月应该还可以继续完成这个既定的8400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哈。我大概复盘了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有这样的一帮小伙伴帮我的话，大概相当于这个落实到我身上哈，差不多是，每天投入的仍然是2个小时左右，兼职随便搞搞的这笔收入，大概就相当于如果折算成这份兼职它不是一个兼职，换算到一个全职的人身上的话，那大概是每天8小时，5天4周，时薪是50加币这样的一个状态，50加币啊，同学们。另外的话，如果要是这个，当然稍微透露一下，这个客单价大概是98块钱哈，加币啊，加币。然后差价我赚的是30哈，然后这个30，只要这个人还在继续使用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30就一直归我的哈，它是一个永续的生意。那50相当于是50加币的这样一个时薪，什么概念呢？这个概念就相当于是在大温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话，这个。或者说，在整个全加拿大都算是相当高了哈。这个是从官网上扒过来的数据哈。温哥华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属于 BC 省比较大，也比较这个繁华的一个这个大都市吧。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工资的中位数，大概是由之前的这个23涨到了现在的25哈。横向来比的话，在各省当中最高的也不过就是在这个西北领地那边，大概是34加币。所以业余随便搞搞，我个人认为能够达到50这样的一个水准，应该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哈。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么相对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份收入，大概是从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呢？这个东西一般人可能这个不会愿意告诉你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要想赚钱，还是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大家这个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把整个的蛋糕全部都做大，这样的话才能够更有发展和这个更有未来。所以我大概这个复盘了一下我的这样的一个这几个月的最近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吧。平均下来的话，它其实是这样的，我的客户我大概划分成了，把它们分成了3到4类左右这样的一个样子。一类的话就是保险类的客户，还有一类是安防类的，还有一位是这个对房屋进行维修养护的。大家在这个温华居住哈，大概都知道温哥华呢，虽然相对而言算是这个全球比较宜居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在温哥华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毕竟也是一个人类社会，OK？那么在人类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防水、防火和防盗，对吧？当然有同学说还要防闺蜜、防兄弟哈，当然。这种网上的段子咱们就不用管哈，防水、防火、防盗。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就会牵扯到大家这个在温华居住，有很多人其实都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是他需要这个去对自己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呢，保险，然后安防的相关的设备，以及这个对房屋进行一些维修养护，其实都是比较这个刚需，或者说是人人都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房屋这块也有必要稍微说一下，大家甭管是刚来这边，还是这个在这边已经居住很长时间，大概都应该知道，加拿大这边的房子有很多都是木质结构的，是吧？所以呢，就会经常会这个需要进行保养，不然的话，这个遇到像最近这样这个连绵阴雨的天气，或者说是等再冷一点，有可能还存在下雪啊之类这样天气出现的时候，这些老化的木质结构的部件就会。对于你屋子里边的人和相关的财产构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呢，这个大致归类下来的话，这个整体的话实际上是分成这三类客户啊。那么有同学可能会说，那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每天大概兼职随便搞搞，大概只投入2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三类客户你是怎么把他们统一起来的？统一起来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啊。统一起来的话，它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它都是这个，虽然你可以感觉到它这个安防设备，或者是保险，或者说是这个我提到的这个房屋的维修或者养护之类的，整体而言，它其实都算作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你的日常生活，对吧？那么关于你的日常生活，所以其实把这些东西都统结到一个东西当中，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只要你用心去找，还是可以找得到的。那我目前做的实际上就是由易管家来提供的这个，
他们的一个会员卡。那么会员卡当中包含很多项的这个服务，基本上就涵盖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三类用户。所以其实这三类用户找到我，其实都会向他们推荐同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的定价还是固定的，然后它的利润也是固定的。所以相对而言，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难哈。包括尤其是像这个比较专业的，像保险这种事情哈，BC 省这边会要求有一些专业的牌照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其实也不需要大家去专门的具备这类的知识。如果客户有意愿咨询到你，你只要把相关的信息，然后给到这个易管家这边，他们就会有专门有资质的人去对接这件事情。其实你更多的做到的就是把这张卡，或者把这个优惠，或者把这个福利给到这个客户，然后让客户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其实你是不用去管的。啊，对于你的这个行，可以说是行业的准入门槛其实并不是很高。这个卡片的话，可以给大家预览一下啊。当然，现在由于环保的原因哈，基本上都是会使用虚拟卡片了哈。但是整体的样子大概就是会长成屏幕上这个样子哈，易管家。然后整体关于房屋的维修、保养、安防，还有这个保险，全部都这个可以一站式进行办理。然后具体来说的话，其实这张卡当中，我刚才也说了，98的客单价，然后加上有30的利润，实际上你这个拿到的价格应该是68左右啊，然后再以98，或者是你自己定一个，你认为你赚够了哈，这样的一个区间都是可以的。然后包括的服务大概有这样几项哈，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你像去客，像这个客人，或者说像大温的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介绍这个东西，我个人是比较反对推销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是不要向客户去推销这个事情哈，你可以帮他算一笔账，去帮他省了多少钱啊？包括我自己，其实我自己也是这张卡的实际用户哈。包括这样几项东西哈，一项是包括这个有这个电脑及网络相关的维修的服务的哈，大概可以帮助，如果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使用这张卡可以帮客户省20块钱左右哈，原价大概在50每小时起。然后像紧急的开锁、烟雾报警器的电池更换啊，电池更换是包含电池在里边的哈，大概可以再帮他省30。然后电器有紧急上门的检查，可以帮他省15左右。汽车的 Jumpstart 车库门的检查，大概可以帮他分别省50和20。这两家服务原价都是100起的哈。安防系统更换电池，停车这个停电的紧急处理，又可以帮他省60。水暖相关的紧急的上门的检查，可以帮他省90。下雨天气，像咱们温哥华这个有一些有地下室的这个同学，可能会需要这个水泵方面的这个检查或者处理，可以帮他省50。门窗被破坏了，没有关系。紧急的封堵服务可以帮他省80，然后屋子里边漏水了哈，可以帮他再省150。那么这些服务这个整体上是可以帮他省钱的，而且还有一件好处是什么呢？还有一件好处就是说，有人说，那我的朋友或者说我自己或者说我的客户一年不会摊上这么些事儿，对吧？摊上这么多事儿的事情概率是很小的，我可能一年只摊上一件事情，摊上一件事情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只摊上一件事情，你运气很好。那么好了，你还可以省更多，为什么呢？这张会员卡所包含的这十几项服务的这个优惠或者折扣当中，其中有一项你有一年，这在这一年当中有一项是可以免费的，剩下的是打折的。另外，这张会员卡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服务其实涉及到的是关于房屋维修和养护方面的。跟保险和安防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有关系，因为我说了，像保险或者安防这种东西，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因地制宜，或者说需要你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没有关系。这张会员卡并不会直接的去这个说给你提供一个安防或者保险，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哈，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这个这样去绑定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没有关系，无论你对于安防或者保险有什么特殊的定制需求，没有关系，它有一个统一的优惠政策。统一的优惠政策就是，如果你使用了这张会员卡，安防可以有一个9折的优惠，保险可以有一个5%的平台回馈。然后维修保养，刚才所总结的这一些，大概整体上其实就是相当于是给你打了9折，而且最重要的是，除了这些功能之外，这张会员卡其实在整个大温地区，我说了，无论你是安防、保险，或者是房屋的维修养护，其实在本质上它都是同一个需求。这一个需求叫做什么？这一个需求就叫做生活。那么它在大温很多的这个商家当中，其实还可以给你享受一些其他的这个优惠政策。所以本质上来讲的话，客户拿到这一张98的卡，实际上他首先获得了一个保底的福利，就是优惠政策。其次的话，还有一个保底的福利，就是这十几项业务当中，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他只摊上了一项，他这一项可以选择 OK，那我选择免费使用这一项服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项目当中那十一项，如果
今年摊上的事儿多了，那没有关系，其他的可以给你打折嘛，对吧？所以整体上的话呢，这个产品本身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至于应用场景的话呢，应用场景其实是这样的，大家可能一提到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呢，可能都会想到一些非常严肃的场景，啊，认认真真的坐在那儿去填一些 paper，然后去这个搞一个保险，然后认认真真的待在房间里面去观察各个死角，然后去搞一些什么烟雾报警啊、什么防火防盗啊之类这些东西，或者说是这个在一些这个非常这个正式的场合哈、啊，然后自己有多么大的庄园才需要，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应用场景的话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片哈、啊，其实是一些这个可能会出现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些东西可以帮到你，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场景。Very high. 非常学会了是吧？哦他们也 no！会有这样的，在这个无暇的一些状况。Hello Butler from 那么有 Security. 那 I get 么 up 有 25% 这样的一 discount 个 on my home insurance。会员卡的话呢，你就会及时的在手机上收到这样的一个提醒，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线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下单，然后由这个一管家这边的人专门去上门去帮你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无论你是在约会，无论你是在这个各种地方去各种浪都没有关系哈，后面有一个坚强的团队在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实际上它起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作用，所以不要把它想的是一个非常严肃或者正式的事情，它实际上是这个帮助你更好的在这个大温能够获得这个一个更轻松、更愉快的生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物种来存在的。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有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这个主要的分布嘛，然后以我个人这个我目前住在 Metrotown 这边哈，有同城同学可以这个过来一起约个饭什么之类的哈，以我目前之前反馈的这个一些客户的话呢，首先一点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平台它本身是提供非常流畅和完备的售后的哈。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体验的话，是有非常这个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售后的投诉或者说是跟进的和补偿这样一个策略。但是以我个人的经历，我之前搞出去这么些张卡，其实还没有几个客户投诉的哈，大部分的用户都是比较好评的哈。首先看一下第一块关于这个通过一管家平台获得保险的客户大概是怎么说的。在大温居住，防水、防火、防盗很重要。一管送单上府，还主动提供续保服务，再也不用担心保单会过期了，安全不中断，管家值得信赖。我是偶然接触到一管家平台的保险服务的。市面上各类保险产品纷繁复杂，但一管式的保险，买保险不要贪便宜，也不要盲目选贵，找一管家选对的买保险，我信赖一管家。好，这一块呢就是关于保险的客户的哈，一管家平台绑定的这个保险这一块的这优惠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凭借这张会员卡，用户可以获得一个5%的平台回馈。另外大家也知道，保险这个事情，无论你是这个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如果是新移民的话，大概你可以这个在来之前，应该在国内的媒体当中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保险行业的各种打压和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哈。温哥华或者说加拿大这边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市面上各种这个产品和险种非常的复杂。一管家这边的话呢，因为他是比较专业的，做这个房屋的这个起家的，所以他对于这个房屋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会有一些这个比更加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因此可以基于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为你提供这个相对而言更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方案。当然，你说我没有这张卡去单买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没有那5%的回馈了。所以这个5%的回馈呢，无论你的客户就是你去向你的朋友或者说去向这个客户或者粉丝去介绍这张卡片的时候，无论他们现在是否已经有保险。那么其实他们都是可以使这个对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的。如果他们现在没有保险，当然，一管家可以直接向他们去推荐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产品。如果他们已经有了，没有关系，等到保险到期的时候，在续保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购买了新车、购买了新房啊、搬家了等等，需要这个添置一份新的额外的保险的时候再去使用，依然还是有效的，好吧？只要你还在会员的有效期里。
然后再来看一下安防的部分。安防的部分其实是这样的，刚才也提到了，在大温防水防火和防盗其实作为人类社会啊，这是共通的需求。安防这件事情呢，很多同学提到安防这个东西都会想到这个躲在幕后的大佬啊，然后拿着这个一套非常严密的安防设备，防止这个各种人来暗杀自己，是吧？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在大温的话，其实水火盗这三件事情也未必全部都是由这个天然的灾害来引发的啊，有很多，你比如说像室内的这种管线的这样的一个由于疏于维护或者怎样导致的这样的一些漏水，把屋里面淹的情况其实比比皆是哈。前几天我的一个邻居可以说是哈，也就发生了类似的状况，他是这个出去玩了，然后忘了关水哈，然后结果屋子里面淹得透透的哈，非常后悔哈，当初没有去办这样的一套自动关水的安防设备。包括还有像烟雾啊，或者说是这种这个防火的这样的一个警报，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一些像咱们大温这边其实是用的这个煤气炉嘛，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这个鼻子不太敏感啊，没有感觉到这个有泄漏的问题啊，等到真正你已经知道的时候，很可能就已经嘣的一声爆炸，你就什么都完了哈，所以提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知是比较好的。另外，一管家跟其他的这个安防设备还稍微不太一样的，就是一管家这边的安防是可以提供这个有一个后台的监控，它不仅可以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发出一个警报，而且还可以通知你，然后通知你了还不算，你还可以在当时决定委托一管家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避免说你比如说你就住在本拿比南，然后现在你在这个当趟那边去跟朋友一起去浪去了，那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通知你家里有事，你根本就赶不回来好吗？没有关系，一管家这边可以给你就近派个技工过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么同样也是看一下之前从我这边买卡的一些客户是怎么说的，也是上个小片吧，走。我是一年前安装一管家安防系统的，因为这套系统啊可以有效的各项折扣，剩下来的钱啊相当于安防服务各项软硬件全是免费，一管家实惠。亚萨开始使用一管家安防系统的，主要是看中了他们家7x24小时的监控响应系统。像我这种经常不在家的屋主呀，遇到突发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及时回来处理，多亏了一管家可以上门检查，帮我解决了很多麻烦呀。一管家靠谱。我也是最近才开始使用一管家安防系统的，之前的安防合约没有中文服务，沟通太不方便了。一管家提供全天候的国语和粤语服务，非常方便。最关键的是，原来的安防设备和智能家居装备完全不浪费，可以无缝兼容，避免资源浪费。一管家贴心。我已经使用一管家安防系统好几年了，一管家的设备组合非常灵活，我中途搬了几次家，住在我们说满足我的需要方案，一管家值得推荐。好，那这块就是关于安防这一块这个用户的反馈，然后再看一下维修保养的吧。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各位这个你的粉丝或者你的用户从你手里拿到这张会员卡之后最能够直接享受的一项福利，其实就是关于维修养护这一块，一起来看一下用户怎么说的，然后我再插话啊。我一直委托一管家对我的房子建立档案，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且除了紧急的修理和日常保养，装修打理花园，室内省心。我是经朋友推荐接触到一管家维修养护服务的，一管家所有的技工都有劳工保险和责任保险，用起来非常放心。我不仅用过一管家的维修养护服务，而且呀，还是一管家的老会员啦。成为会员以后啊，不仅享受各项服务的优惠，遇到难得的就是人工，最昂贵的呀就是速度啦。在一管家呀，甭管有什么房屋需求，15分钟内就能找到值得信赖的技工，大品牌值得信赖。啊，一些从我这里之前打卡的用户反馈，我看到聊天区里面有人提问啊，这个答疑的环节我们放在最后，先把这个东西介绍完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刚才提到了那个还有一个关于其他商家的优惠的部分哈，其他商家的优惠部分，这个实际上是一管家在这已经推出了有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吧，就是一个在大温地区的商家联盟，基本上在大温有很多这个无论你是吃饭然后去这个喝点或者说是去进行一些这个按摩健身，包括还有像宠物
旅行，还有一些兴趣哈，去比如说去学个武术哈，或者说是你生活当中一些其他服务，比如说像洗个车之类的，都可以享受到一些相关的优惠哈。那么其实这张卡除了享受易管家，相当于是除了享受易管家自己的安防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之外，然后还有易管家这个联系技工向你提供的维修养护，另外的话其实也是在大温的相当于是你的一张生活卡。因为我们知道在大温有很多这个卡都是很重要的是吧，像什么这个 BCID 啊，然后 Service Card 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像 Compass Card 啊之类的哈。那么其实医疗或者是交通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咱们这个政府方面的一些责任啊，但是在生活的方面让你能够更加这个轻松和愉快，其实找易管家也就可以了，好吧。那同样，那么今天这场直播呢并不是单纯的为了炫富，或者说是单纯的这个搞成一个推销会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呢，经过我前面这三个这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摸索呢，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吧，来跟我一起扩大这件事情啊。一个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哈，能够满足实际上是四个方面的需求哈，安防保险，然后房屋的维修养护，以及在大温吃喝玩乐哈，四个方面需求都能够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推荐给更多的人。同时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由于这个经年累月的疫情的拖累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经济的这个一个年景之下吧，希望能有更多的小伙伴像我一样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哈。那具体来说，如果大家这个跟我一起合作的话，我能给你什么呢？我能给你的大概就是三方面的这个帮助吧。一个就是这个依托这个易的管家团队哈，其实也是易的管家团队给到我的支持，是关于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宣传。易管家因为在这个房屋的维修养护以及这个种种吧方面其实深耕了很多年，所以品牌效应其实是尤其是在温哥华的整个的华人的圈子里面其实还是非常知名的。所以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就是关于品牌宣传，首先就是这个品牌本身肯定是不会崩的哈。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关于卖点培训的部分，卖点培训的部分主要是由我以及易管家方面的这个同事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也就是去帮助大家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介绍给更多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撞单仲裁。具体到这个卖点培训和这个撞单仲裁这部分我来解释一下，刚才我在粗略的算账的部分啊，那个部分待会儿我还会再重新放一遍。给大家说过，就是像大家像这每天花两个小时说服一个人下单啊，这个小目标啊应该大家其实都能完成，但是很多人可能还会有疑虑，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推荐过任何东西啊，没有任何的销售经验啊，没有关系。你朋友圈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的打造，包括相关的宣传物料，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统一来为你提供，然后你就按照我们说的，然后结合你自身或者说是你朋友的一些这个点啊，进行一下微调，然后去发出去，基本上就可以了啊。正常的情况来讲应该就是会有这个顾客主动找上门啊，会有你的朋友主动来找到你来咨询这个产品啊，不用你挨个的去给大家发短信啊，冒着被大家拉黑的风险啊，这个是不用的。所以关于卖点培训这一块可以给大家说啊，宣传的物料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基本上算是傻瓜式的这样的一个推销啊，你就简单的复制，然后在逐渐的这个跟随当中去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可以了，就可以保证你应该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销量。另外还有一个撞单仲裁时间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拉上自己的小伙伴来听的有多少哈，比如说你和你的这个室友哈，你们都住在比如说都住在我楼下，那咱们仨就处在同一个区域是吧，那没有关系哈，原则上首先我们一个片区一般只安排一个代理，其次的话如果要是发生这个重叠的状况，我们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这个分割啊。分割有两种，第一种的话可能就是在一个同一片区域之内哈，根据繁华程度把你们比较公平的分别在这一个区域当中三个小区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益共享，就是这你们三个人啊，咱们仨相上了同一个客户，那么咱们仨去共同的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客户的利润哈，我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撞单的仲裁，所以这是我可以给你的哈。加入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哈，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加我好友哈，
就可以了哈，微信哈，打开绿色软件是吧？然后另外的话，整体的话，如果大家决定一起搞事情的话，这个事情怎么搞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卡片本身啊，我可以68块钱这个给到你啊，我是不赚你差价的哈，我是搞零售的，好吧？我不会赚你们的差价哈，我原价，我自己原价就是68拿，然后我同样也是这个68给到你们，然后呢，大家可以自主定价哈，像我这种比较黑的人哈，我给我的客户基本上就是介绍那就是98，跟官网保持统一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有一定难度，或者说这个朋友嘛，对吧，要稍微优惠一点啊，你定69啊，我也不管你啊，你69就只有1块钱的差价嘛，对吧？薄利多销也可以啊。然后你以68的这个价格购入会员卡，当然这块稍微强调一下哈，那个单批次啊，最低的这个购卡数量是25张啊，你可以定26张啊，也可以定27张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是24张是不行的啊，一次是25张。当然你说我今年啊，我买了25张啊，很快就卖完了啊，我再进是不是还要进25张？那没有关系啊，你在同一个年度之内，至少保证25张就可以了。啊，你后续你比如说我进了25张，后续有5张5张的进啊，卖完一单说一单，在这一年之内那都没有问题啊。然后你在3年之内把这个卡能够怼出去就可以了啊，姓名电话和房屋的地址就可以激活这张卡。激活方式有2种，第一种是客户自己去激活，第二个方法如果要是你跟客户很熟，没关系，你也可以替他激活，然后直接把这张激活了的卡给了他就可以。然后在这块说一下，自主定价权是这个易管家这边是可以完全放给你们的。然后捆绑销售权，易管家这边也可以放给你们。所以捆绑销售权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其实之前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哈，就是把易管家的卡和其他自己在售的一些东西绑在一块堆儿去买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捆绑销售权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某一个产品哈、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啊，绑定附送这张卡可不可以呢？可以哈、没有问题哈、但是你自己算好这个账就可以了。然后在出这个卡的时候呢，你把卡出给客户，你实时获得这个卡的利润。然后除此之外，每个季度易管家这边会这个集中的这个统计你的这个由你这边卖出去的卡这个老用户的续费情况。什么叫续费情况呢？因为这张卡我刚才可能忘了说哈，98是有一年的有效期的哈，它可以获得一年的会员资格。如果他第二年他觉得服务很好还决定续卡的话，那他是要原价交给易管家98块钱的哈。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跟你没有关系了？这个事情跟你是有关系的。如果他续了费啊，那么续费你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提成奖励的啊。所以如果这个客户你开拓出来了，你不仅可以获得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售卡的利润，你后续，这就是我说它是一个永续的生意哈、你累积的客户只要他还在续，那么这个东西就永远的会给你产生收入啊。所以你不要觉得随着客户管理越来越多啊，或将来做干净怎么办啊，这个不存在。其次的话就是随着客户越来越多，会不会投入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多呢？不会。因为老客户他实际是一种自动运行的状态啊，自动下单的机啊，可以给到你产生一笔收入啊，是这样。另外的话你当然可以获得的啊，就是你以68进到了这批卡，实际你就相当于是成为了易管家的这样一个合伙人的状态，同时也就相当于你成为了我某种程度上的同事 OK。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你就可以获得易管家市场部为大家提供的销售的培训以及必要的宣传物料的支撑了。那这是你要做的事情。然后我或者说易管家这边要做的事情呢，是包括这样几个事情。易管家这边会来完成你这张卡所对应的福利的兑换以及用户所使用的服务。可能会存在一个状况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之前卖卡也会存在这样一个状况，比如说有一些用户可能会从你这儿买的卡，然后他也在你这儿积了活，但是他有问题还是找你。这个状况一定会发生的哈，一定会发生，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没有关系，你直接转给易管家就可以了哈，所有的服务不用你自己去操心去做哈，转给易管家这边，然后尤其易管家这边就会根据他的需求去有专人去跟进，满足他的需求。然后朋友圈的宣传物料哈，宣传物料这块我要稍微说一下哈。大温这边的状况，可能大家如果要是待了一段时间，会感觉跟国内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哈。就是你疯狂的刷屏呢，大概会适得其反啊，所以呢，你在刷屏之余，最好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生活的部分穿插在里边啊。这样的话呢，你和你的朋友可以还是朋友啊，不仅仅是能够成为客户啊，还要继续做朋友啊。
然后在这个部分当中，你个人的生活的部分我们就不能帮你了哈，因为我们并不能替你活 ，OK？ 但是呢，跟产品相关的宣传物料我们这边都可以提供啊，不光包括这张卡本身啊，像刚才的那些宣传短片，其实我可以直接拷给你啊。另外像安防保险、房屋维修养护、用户的好评、技工作业的现场，以及一些非常极端情况的案例啊和使用场景的这个说明或者案例的分享，我们这边都可以同步给你们。像有一些极端的案例，就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个比较惨的用户，实际上是这样的哈，首先家里面漏水了。其次，厨房着火了，呵呵，这件事情就非常尴尬哈。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易管家这边完全可以 handle 住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状况啊，都没有问题。这些案例我们会统一的给到你，然后你去在你所熟悉的平台，无论是你的朋友圈，还是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大团长哈，经营了很多群啊，都没有关系，你去发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完全的授权。也可以二改啊，当然二改不能抹掉易管家的 logo 哈，这是不被允许的哦，因为毕竟你卖的是易管家的卡，好吧。另外如果要是这张会员卡有一些最新的同步详情，比如说像商家联盟当中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是一些优惠政策发生一些微调的话，我们会给你同步。然后在这块强调一下，为了保证最大限度保证大家的利益啊，因为我们是68给到你们，然后为了保证大家的利益，易管家这边官网对于这张会员卡通常是不会调价的，基本上都会比较稳定的维持在98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不要担心官网的一些促销活动跟大家产生冲突啊，官网的促销很多时候就会员卡这件事情来说就是没有促销啊，所以保证大家的利益。然后另外每个季度易管家这边会根据销售的情况以及续费的情况帮助您去调整这样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你开拓出来的这个客户，后续他续不续费这件事情你当然可以去关心他啊，但是你比较懒啊，像我就是比较懒的类型，不愿意关心也没有关系，医管家这边会有专人去统计然后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谁续费了谁没续费啊，然后我就可以重点的关照一下是不是有哪些需求没有满足啊，或者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进行一个挽回。另外如果要是你出现比如说推不出去的状况，那没有关系啊，你那边收到了甭管什么样的反馈，医管家这边会有专门的 marketing 团队来帮助你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一个销量哈。易管家是大品牌哈，不会割大家韭菜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卡片的激活续费哈，这个你这边也会收到一个同步的通知哈，这样的话避免中间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纰漏哈。当然如果你要是说我当时手一抖哈，这个用户信息搞错了没有关系哈，反馈易管家这边可以手动的帮你去修正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另外再次强调就是同一片区内原则上我们只安排一位代理，好吧，所以这个呢上车要抓紧从速哈。上车的方式很简单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啊，加我好友，然后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咨询哈。合作方式的话呢相对而言比较宽松啊，如果你信得过哈，当然可以比较宽松的方式哈，一手钱一手货，然后咱们这件事情啪这件事情就算成了。如果要是不放心的话，需要这个起草个合同或者文件之类的没有关系哈，私聊我们哈。这个总之扫码加好友赶快上车就对了哈。然后再次帮大家算一下是一样的，把屏幕上方的我啊改成你就可以了，你每天花2个小时说服一个人下单，你在成为易管家的合伙人的第一个月啊，每个月这样搞20天总是可以的吧，周一到周五每天抽出2个小时来总是可以的吧，那你这一个月大概就有600加币的收入了呀，对不对？去吃点好吃的它不香吗？好吧，然后你也可以效仿我一样找一些小伙伴来帮你嘛，对吧？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完成我的三步走这样的一个进阶嘛，对吧？2000到8000这样的一个飞跃嘛。你说我没有什么追求没有关系，你停了2000其实也没有关系的，你停了2000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随着时间的增长你的总收入还是可以涨上来，为什么？因为你的老客户在干嘛，你的老客户在续费啊，亲们，你每一个老客户的续费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开拓了一个新客户是没有差的，对吧？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件事情整体来说可以说是怎么算都不是亏的啊，而且不光你没有亏，你的客户其实也没有亏，为什么？你的客户其实享受到非常丰富的服务嘛，对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易管家，然后还有你们啊，然后以及爱你们的我啊，以及客户，其实是三方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生意吧，可以是这样去说哈。然后
记得哈，扫码加好友哈，我可以给你的哈，大概就是这些，咱们一起把这件事情搞起来。然后可能大家还会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赔本儿，是吧？因为毕竟如果是新移民的话，可能国内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比较心系家国天下哈，所以我知道哈，国内可能有很多关于割韭菜的故事哈，有很多同学可能我也会担心哈。老移民可能相对好一些哈，但是没有关系，可以给大家集中讲一下会不会赔本这件事情。会不会赔本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看来，会不会赔本某种程度上你不应该问我的，因为或者说你不应该只问我 OK， 因为这个其实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首先当然就是关于管家的品牌，第二部分关于管家的服务，第三部分其实是关于在座的各位啊，你们自己个儿 OK。 首先说一下关于品牌的部分啊，所谓的韭菜割韭菜的状况，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品牌崩了嘛。但是其实易管家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品牌哈，崩盘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为零啊。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哈，比如说哪天打起了核战争是吧，加拿大整个夷为平地是吧，当然这话呸呸呸哈，不能说啊。那除了这种非常极端的状况之外，易管家应该是一家非常有前景的长青企业啊，看一下他们的纪录片，你大概就可以。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易管家应该是不会崩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导致你说由这个品牌崩了导致赔本，这个可能性几乎零啊，是这样的。然后非常极端的状况其实也有，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刺头的顾客哈，我的个人也接触过，当然客户说的都是对的哈，客户都是爸爸哈，首先灌输这一点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即便是遇到一些非常刺头的顾客，非常挑剔一些细节哈，偶尔有一些这个易管家做的不到的地方，有一些疏漏也没有关系，我们有非常完备的售后啊和投诉的流程环节啊。即便面对非常挑剔的状况啊，我们也一定会这个尽可能的去优化用户的体验啊。对于这种非常刺头的客户爸爸啊，我们也会用心服务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服务的部分。服务的部分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尤其是一些新来这边的人，这个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去通过发帖之类的方式进行求助啊。那样的话呢，其实会发生很多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啊，你不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有资质，你也不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有保险啊。之前还发生过状况，甚至于这个主动请缨来上帮你修东的人自己没有工具啊，结果你给他提供了工具，然后他出事了啊，然后还讹上了你啊。这些事情在易管家通通都不会发生。同样也是上一个非常，我可不知道怎么修理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易管家可以瞬间让技工们知道我的需求，我只需要告诉他们是什么问题。我的洗手盆出问题了，拍个照，只要一小会儿，很多专业的技工们就主动来响应我的请求，我能够根据客户评价和距离来选择技工。这块稍微插一下啊，这块其实展示是这张会员卡对应的背后的男人吧。其实就是这张会员卡背后所体现的那个 APP， 当然这块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它不光有 APP 啊，微信上也可以下单啊，平台是相当简单易用的，而且支持三种语言啊，中文、英文和粤语。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广东人的朋友，或者说是有一些老外朋友，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他，非常好用。好，接着看啊，你看 Tony 就在几条街外，而且他有五星级的客户评价。OK， 客户，我的洗手盆出问题了，看起来他家的水管出故障了。不，譬如这个，离我只有两分钟的路程。OK， 易管家不仅用于紧急情况，还能帮我解决家居生活的各种问题，房屋装修、花园养护、家居清洁或者油漆。易管家独特的品种。这个机制其实稍微有点类似于国内大家在淘宝买东西也会去看评价，对吗？当然你在论坛上盲目去发帖求助，很显然是不太能够看到评价，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客户购买了这张卡，通过易管家来完成这些事情的话，可以看到这些服务非常全面，对吧？那么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用户的评价。
避免踩坑、避免踩雷的这样的一个好方法哈。同样，如果你愿意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好东西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同时为自己收入一些零花钱的话，屏幕左上角应该现在应该有一个二维码，赶快扫码加我好友哈，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搞起来。因为我毕竟一个人哈，时间精力和这个能够覆盖的面儿都很有限，在咱们大温光华人的部分大概可能就有将近50万啊，然后易管家目前的这个整体的体量，相对于这50万而言，还只能算是一颗刚刚冉冉升起的新星啊，将来能不能如日中天、璀璨夺目，就看咱们哥们儿一起的努力了哈。然后咱们哥们儿能不能早日完成退休啊？大概也就看这一把能不能干成了，好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从这个品牌服务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大概率是不会赔本的。那么，关于咱们自己个儿的部分呢？关于自己个儿的部分，实际是这样。从我自己个人哈，我虽然并不算是这个顶富阶层，但是我个人认为还算是比较会赚钱和比较懂得享受生活和赚钱这件事情的人吧。我大概总结了有三条经验啊，然后落实到咱们自己个儿的身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为分销商吧，或者说是代理商吧，或者说是合伙人啊，比较高端大气的叫法应该叫合伙人。有这样的三个路径，大概可能会导致大家赔本。第一个就是消极怠工啊，就是每天2个小时亲，2个小时你都不愿意拿出来是吧？佛系是吧？不向任何人提起啊，默默的把这个卡吞在自己手里啊。那肯定是不行的啊，你大概率会赔本的啊。不要求你咄咄逼人的去向每一个人逢人就说，但是至少在你经常蹦跶的一些平台上，你要有意无意的提起他，对吧？最起码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跨区算货的一个事情哈。如果你和你的朋友是今天一起来听这场直播的，可能会存在一个状况，比如张三和李四同时，这个你们都来这个跟我当同事是吧，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伙人，那么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你的朋友啊，比你先卖出去了，是吧？你的朋友分在了北本那里，然后你在南本那里，好，你看你的朋友先分出去了，好，你决定去抢你朋友的地盘哈，大家不要这样哈，大家是朋友哈，大家是同事，我们自己不要内讧，好吧？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跨区算货，可能也会导致你赔本哈，因为。内讧或者说内耗这件事情呢，就会导致非常不好的影响哈，给客户造成不好的体验，同时也会导致一些恶性竞争，从而降低你成交的可能性，好吧？如果你比你的朋友这个成交的慢，没有关系，两条路：一，你来找我们哈，扫码哈来找我们，我们帮你改善你的策略；二，你可以向你朋友取经，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哈，说不定加深一下你跟你朋友之间的感情，对吧？从此以后又多了一项可以聊天扯淡的话题，是吧？不光是有八卦。好山好水好生活，还有什么？怎么搞钱，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听培训哈，这个也是其实比较严重的哈。我们这边的培训不会非常密集哈，因为产品是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哈，品牌也是大品牌，但是这个也并不能完全不管大家，所以我们会有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哈。一个是通用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发生重大调整的时候会给大家进行培训，另外就是。当我们在后台观察到你的这个成交量或者数据下降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联系到你，进行一定的培训啊。如果要是说像我们给出的一些措施，你的做法完全是这个南辕北辙，然后你还不听我们的啊，那大概你可能也会赔本，因为我们告诉你，我们，首先我很爱你们，其次的话，易管家呢作为一家负责的平台，也很爱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攒出来自己的退休金，所以呢。一旦我们决定说出来哈，告诉大家的这些事情呢，一定是实打实的哈，肯定不会害大家哈。所以基本上落实到咱们自己个儿身上，大概就是这三条坑需要规避一下。首先，如果大家全力以赴；其次哈，不要进行内部之间的恶性竞争；再其次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易管家市场部这边为大家提供的物料，以及我个人这边为大家提供的一些经验之谈吧，大家能够听进去啊，有所受用。那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件事情哈。应该是不会赔本的啊，因为品牌服务这边有易管家的非常强大的后台帮大家支撑，然后咱们自己个儿哈，有易管家的市场部，也有我作为一个前面趟路的人哈，已经帮大家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趟出了这个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好吧，那接下来进行一些这个答疑的环节哈、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扔在聊天框里边，或者说是加我好友私下问我都可以。我在线为大家先答几个问题哈、啊。我看到聊天框里面有些人问到了问题，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客户成为了易管家会员，比如说他今天从你这儿买了这个会员卡，然后有人问说他明天就搬家了，这个是这样的哈，会员卡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这张卡，我刚才已经说了，它是一项生活服务卡 ，OK， 生活服务卡，那么相关的客户的相关的信息都是跟着客户最新的信息去走的，所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客户甭管是搬家换电话，只要同步到你，或者说直接同步到易管家都没有问题。是可以同步更新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另外的话，关于这个有同学问这个费用是不是年付的问题，对，这个会员卡是年付的。一旦这个激活，那么就会享受一整年的权益啊，不可这个退出。当然，你说我跟我朋友关系好啊，转赠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的，你们俩自己商量好啊，不要最后扯皮就好啊。然后有同学问，这个成为会员之后下单是不是必须通过 APP？ 我刚才说过了 ，APP 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呢，如果你不愿意安装，没有关系哈、啊。为了节省宝贵的手机内存，好的，你有微信没有？有也可以下单啊。然后同学问说，有土豪朋友还有布置一套房，布置一套房这个状况呢，呵呵，这背后的故事可能很有点深哈，但是没有关系哈，我可以分成两种情况给大家介绍。一种情况就是你土豪自己的名下有两套房没有关系，他可以办理一张会员卡，然后他所有的房屋的这个，因为都绑定的是屋主他自己嘛，他可以在他名下所有的房子都可以享受所有的会员折扣。当然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那十一项免费的服务当中有一项是可以有一年，这个当中有一项可以免费，对吧？那一项免费的，无论你有多少套房，只要你有一张会员卡，那你就只能免费一次，好吧？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我把这页再投在屏上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这位土豪朋友啊，和他的全家人，每人名下都有很多套房，然后他作为一个整体啊，作为一个小 family， 有很多套房，这个有两种解决方案哈。那这样的一个办法状态之下呢，没有关系啊。会员卡是跟着人走的啊，它并不考虑这不同的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一个 family 啊？它不是一个 family 卡，它是个人卡，好吧？比如说啊，你的土豪朋友和你土豪朋友的朋友，这个配偶啊，或者说父母名下都有房，那么他可以办很多张卡啊，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家庭哈。可以有很多张卡，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每张卡对应一个人就可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针对多房的状况。然后还有说，这是什么问题？启动时间啊，启动时间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分两种啊。每张会员卡其实有两个时间，你需要管理的呢其实只有一个时间啊，是怎么说呢，是这样的，这张会员卡由易管家这边拿到之后，像我个人而言给到我的时候它是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意味着这张卡只要到了我或者说到了大家手里，它从这一刻开始算起会有三年的有效期，也就是你在这三年之内要把它卖给或者说是送给你的客户哈，这个取决于大家自己的决定。如果要是在三年之内这张卡依然留在你自己的手里，那这张卡就不再能够激活了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时间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管理的。还有一个时间就是这张卡已经给到了客户之后啊去激活了，这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呢你当然还可以跟进啊，因为是你的客户嘛或者说你的朋友嘛，但是你不跟进的话也没有关系，由激活了以后，由激活的那天开始会有一年的有效期啊，在这一年有效期当中，你的这位客户或者朋友可以享受易管家一整年的服务，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时间可以实现无人值守的管理哈、啊、当他快到期的时候会有短信的提醒。然后如果他这个没有续费哈、啊、易管家这边一季度为单位会同步给你哈、啊、你可以去进行下一度的这样的一个跟进的状况。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对，刚才这个忘了提到，就是关于这个，布置一套房这个问题哈。这个卡本身它实际上是一个虚拟卡片啊，也为了环保嘛，保护大树是吧？但是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就是虽然是虚拟卡片，但是是有会员号的哈。我个人是非常强烈建议，你要告诉你的客户，尽可能保护好这个会员号。当然，如果实在没保护好也没有关系哈，联系易管家这边，他们后台也可以帮你查哈。所以你名下登记的那个地址，只要登记其中你的一处房产就可以哈，不用所有的都登记哈。你只要登记一个地址就可以。后续的话，可以根据你这个人和你的电话啊联系方式，对应上你，然后你就可以为你其他的房屋去享受相应的折扣了哈。然后至于消费的明细是这样，消费的明细，这个属于客户的隐私哈，你作为代理当然是不大能够知道的哈，但是你的客户是可以知道，但是你要稍微提醒一下你的客户，就是如果你的客户希望知道自己的消费明细，当然你可以采用打电话非常传统的方式去问哈，当然你需要有这个耳听不忘的技术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提醒你的客户在注册的时候填写 email，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您 email。发送每月的账单明细了，当然，如果要是会员自己激了活，然后想要会员明细，发现当初没有留，然后找到你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反馈给我们，或者说是反馈易管家，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信息的调整或者修改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就可以补全他的信息，他就可以获得明细了，好吧？以后付费有没有提醒？对，以后付费这件事情呢是有提醒的，然后可能会稍微有所区别，就是用户那边会非常直接的收到这个激活成功啊这样的一些个提醒，或者说即将到期这样的一个提醒，然后用户那边会收到易管家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你这边的话呢，当这个用户这个续费的时候，你会收到我们的这个易管家这边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提成吧，像我之前，我虽然干的时间不是非常长啊，但是也其实已经收到了这个，应该是对，收到了一次这个提成的反馈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即将到期这边你会有一个提示啊，会由我们这边人员去给你进行提示到你，然后你可以进行后续的跟进啊，维护这个客户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比较懒得维护，完全交给易管家可不可以？可以啊。只要这个客户最原始是你这边跟踪到的，然后就可以。然后这块稍微说一下，我刚才在这给大家进行简明的算账的环节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你找你的小伙伴帮你啊，这件事情我要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找你的小伙伴来帮助你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原则上是不鼓励这个舵机代理的哈。但是如果你找到你的小伙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销的话，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只能追踪到你，所以后续的续费这件事情呢，我们其实只能反馈到你身上，好吧？比如说你找像我要找10个，或者说找了50个小伙伴来帮我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们的用户后续续费其实是反馈到我身上的哈。如果你比较厚道，你当然可以这个，把这部分跟他们这跟你的小伙伴进行一个二次分配啊。但是易管家这边是没有二级代理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哈。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管理起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OKnow 后续这个环节呢，我不跟他们分享利益，但是我把前面的这个开拓这个环节呢，多给他们分一点哈，这个也可以哈，这也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哈，都可以。像我这边的话，如果是我找的朋友的话，我一般会选择这个后面也给他们分啊，前面也分，当然也之前也有过一些朋友主动跟我说过哈。后续这个东西他就不要了啊，省得麻烦啊。前端你就把这个30都给我就可以了，我也是 OK 的啊。所以这块儿稍微给大家说一下，不主张、不鼓励二级代理，但是如果你找你的小伙伴来做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你小伙伴的客户也会反馈到你身上，所以你要稍微如果找朋友帮你，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把这一块管理好哈。虽然这个，某种程度来讲，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客户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在做客户的时候呢。友谊这个事情呢，也能够继续维护好哈。还是那句话，易管家是负责任的大品牌哈。好吧，那
整体上呢，关于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分享，就是下班随便搞搞哈，在大温能不能有效的摆脱自己这样的一个荷包瘪瘪的状态啊，让荷包日益变得这个丰满丰腴哈，白白胖胖啊的分享的经验呢，大概就是这些啊，向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的产品，以及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啊去提前取得自己退休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从制度上非常合理，然后从品牌从目上基本上也是无可挑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那希望对大家在大温的生活能够有所帮助。同样还是那句话，赶快扫码加我好友哈，我现在嗷嗷叫的在等待更多人能够帮助我把整个的盘子和蛋糕做大，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提前退休，我退了休你们也就跟着我可以一起提前退休了，好吧。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应该就到这里吧，然后感谢微博海外生活家、微博海外和微博国际啊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易管家 HelloButter.com 提供了这样好的一个产品，能够让大家在大温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全部都有一个全方位的保障，以及非常全方位而且贴心的服务。那感谢大家的观看，那记得扫码加我好友，赶快我们一起发财致富，同时也维护好我们自己的友谊和客户，好吧。那今天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今天啰里啰嗦听我说了这么多，今天就到这儿吧，再见啦。